大家好，我是戴亮，现在在法国。现在法国有个好消息，好消息是什么？就是欢欢大熊猫欢欢他诞下了双胞胎，在法国的中部诞下了这个两只大熊猫，所以特别开心啊，双胞胎，而且觉得很可爱，他们很健康，我们法国人也非常喜欢大熊猫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大熊猫也是在四川省的时候啊，也觉得亲眼看到非常的感动。希望以后大家也欢迎法国来看看欢欢的双胞胎。下次见，拜拜。